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疯狂韩语六十课中的第32节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是关于这个精神方面的诚信啊,诚信是精神.那么精神方面呢,这个第一个惯用型是什么呢?诚心擦力打.诚心擦力打是什么意思?打起精神来的意思.那么这个诚心擦料要诚心擦力在要,这个话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频率呢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掌握一下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诚心擦力打是什么意思呢?那么韩语解释啊,第一个, 잃어던의식을 되찾아 表示的什么呢清醒啊那么呢已经是这个失去的这个意识呢再清醒过来的意思啊再清醒过来잃어던의식을되찾아那么第二个呢 잘못이나 실패의 원인을 알아서 뇌우치면 정신을 다잡다表示什么呢那么对过去的这个失败或者错误的这样的原因呢啊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从振作精神啊专注的重新的这样振作精神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可以翻译成清醒振作精神抖擞精神打起精神这样的意思所以什么呢诚心擦力打啊诚心擦力打醒一醒吧清醒一下吧打起精神来吧这样的意思嗯我们看今天的对话讲的是什么内容啊那么